自太古以来，八荒六华中有我，人类眼见周遭世界光怪陆离，妖媚横行，虽有天师一职，至恶鬼屠灭，为良妖渡劫。南溪灵山雪无风，六道天师张天赐追忆千年雪狐，三天三夜，终于道听乾坤带，收服雪狐千年兄弟之气，将其封印于南溪灵山潜阶之地。180年后，不知是何种力量，一声地动天摇，九阶崩塌。要封印解除，遂消失无影无踪，不知将何去何从。Hello， 各位宝宝们，现在呢，我们公子妹大赛的舞台上，快看，哇，有特别多的御姐还有萌妹哦，喜不喜欢？那当然，还有等会儿更多的惊喜哦，准备好没有？怀着激动小心情，跟我一起 ，Let's go！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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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不了了。你下个月的房租有着落了吗？再挑三拣四的话，我真不管你了，随便你露宿街头吧。不，都现在这样了，我怎么去呀？我好歹我也是康家大少爷，多没面。哎呦，哥，不是我落魄公子哥还不行吗？哎，这么着，你看看明天还有什么别的活吗？还真有，明儿早上有个外景，徐姐说早上6点，哎，到车墩子。谢谢大家关注主播，对主播的支持，希望大家小礼物走一波。谢谢王总的法拉利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一会儿跟导演说一声，等我一下，我腹泻，腹泻。这帮人都去
哪儿了？都会遁地术吧？全没了。有没有人啊？谁在那儿啊？就谁在说话呀？你是还是鬼？我是鬼。救我！救我！我该怎么救你啊？啊！把我撕掉了。你该不会是僵尸吧？你救我，我能送你回家。你该不会是玩 cosplay 的吧？这么神奇啊！救我，不能送你回家。你们是谁？我是谁？你醒了。是谁？这是哪儿啊？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知道是谁了？我还要问你怎么了？哎，我昨儿打你电话，打半天打不通，后来还关机了，我就跑到你家，就发现你倒在家门口，怎么叫你都叫不醒。我躺在家门口？是啊。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啊，他们收工后就走了，把你拉山上了。结果走半道想起来了，然后他们回去找你，结果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人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拉个屎的功夫，那帮人全跑了。怎么着，群众演员不是人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等我成了大明星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给我废话了。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是怎么回家的？你为什么会倒在家门口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师兄，远处乌云密布，必有异象发生。胖文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想下山看看吗？去准备一下。是，师傅。师兄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必啊。为什么不让我去？师兄，我……你要去也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说吧。必须一切听我的，不许擅自做主。可是没有可是。
过你那天到底发生？你这样会永远失去你的宝宝的。哎，回来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给钱就不许走。不像没钱的人啊，怎么还会吃霸王餐？就是啊，你让我吃的呀。我让你吃啊，我让你吃屎，你吃不吃啊？才吃屎呢！我告诉你，不是看你是小姑娘，我早就揍你了。你想还想给钱？哎，必须钱！放开我！给钱！救我！我能送你回家。我该怎么救你啊？放开我！哎，老板，什么？这光天化日的，你欺负一女孩子干嘛呀？我欺负她？她吃霸王餐不给钱，我还怎么欺负她了？大哥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是啊，你的四爷给了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她吃你多少肉串，我给还不行吗？300块。300？对。老板，你这抢钱呢？我怎么抢钱了？他吃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赶紧给钱吧！赶紧给钱，给钱，给钱嘛！不给呀，我还做生意呢。给了吧，给了吧，给了吧，别现在做生意了。找你的叶华去吧。我说美女啊，你总跟着我干嘛呀？你是好人，我跟着你，我又要被坏人欺负了。你，我，哎，我是欠你的嘛。昨天在山上救你一次，结果呢，我被人像狗一样扔在家门口。刚才又救你一次，现在我连明天的饭钱都没有了。认识你啊，我可真是倒霉。我求求你了，发发善心，别再跟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哎呀妈，可算是甩开了。你怎么在我前面啊？哎，我是千年雪狐啊。就你，千年雪狐。嗯。你快别逗我乐乐，我还黑山老妖呢。你不是黑山老妖，你没有法力啊。美女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总之呢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拜托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咱们就此别过。哎！哎！啊！不是，你一个女孩，你跟着我一个男人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跟你回家。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小曼的事情。绝对不会 ，OK。康少电话你现在都不接了？哎，我说亲爱的，反正呢你也看不上康大少爷，要不让给我好了。
上下刷，左右刷。哎，那不能湿的。算了算了，随便，吃点有死好人。你呀，赶紧喝口水，不了，好吧？既然都会吧。好臭呀。那个，对了，我还忘了问你叫什么了。我没名字，我就是千千雪狐啊。不是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跟你说不明白。千千老雪狐雪狐的呢，我就叫你雪儿吧。好。哎，放！哎呦，你刚刚在干嘛？我饿了。不是你饿，你也不能吃它呀，这是我的宝贝宠物。我饿。不，哎，你想吃什么？鸡。你还想吃鸡？就想两个花圈去。好。我的鸡呢？我还想吃。哎，你等我收工再说吧。女儿真漂亮。哎，逸轩，他不是在追梁小曼吗？怎么又搁到上这个名义了？他们在说你吗？梁小曼是谁呀？小曼是我女神，长得可美了。比我漂亮吗？废话。师兄，你一个人呀？胖文呢？是孩子第一次下山出去玩。吃五只鸡，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旁边的金光剑好好玩啊！逸轩，我也想要。激光剑我会做，一会儿给你做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必须把你吃的东西全给我收走。好。激光剑呢？等着。去个厕所，一会儿你拿着灯管去厨房接点水，憋不住了，一会儿赶紧弄。康老爷，要不我去把少爷接回来？不用接了，让他洗在外面好了。
你的意思是，他随时会死。他本来就该死。水南。 狐狸奶奶，我信了，我信了，还不行吗？我还是个穷小子呢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我为什么杀你呀？天哪，我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？这辈子竟然这么倒霉！所以逸轩，你记住了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不能分开超过500米的。 我必须每周吸取灵力来维持我现在的身体，所以每7天我的灵力膜都会打开一次。你现在身体里有我的灵力膜保护着，一定不要跟其他的女生亲密，不然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你千万要记住了。哦。 师兄，为什么？现在不行。难道他就是师兄？朱。
看不出来，你这脾气还挺大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生气了，我明天多赚点钱给你买鸡吃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过一天最多三只鸡，总得留点钱给我买泡面吃吧。三只？我现在是真没钱了，我每天工作的钱都给你买鸡吃了，你要再不给我留点钱买泡面，哪有力气赚钱啊？看看你，一言不合就砸东西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是你说的呀，能动手就尽量少吵吵。就你这么贪吃，哪像狐仙儿啊？没就说这个狗。你说什么？说你是条狐狸狗。我什么也没说。那个，我先扫地去了，拜拜。你找谁啊？哦，我家的狐狸狗走丢了，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。这么巧，不过你家的狐狸狗我倒是没看到，我家也有一只。哦，在哪儿？哎，就是他。他。哎，跟你开玩笑的，那是我朋友。有意思，既然你没看到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拜拜。你们家新雇的保姆啊，不错嘛。来，我说康大少爷，哎，你不能这么做啊，你这是欺负我们家秋瓷。来，自个儿扫啊。哼，不是我小气吧，他最会欺负人了。逸轩，你赶紧扫，不然我……哎，雪儿，咱们来把斗地主吧。什么是斗地主啊？你不会玩斗地主啊？我教你吧，赶紧扫，别墨迹。两个二，过。要不起。呆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王炸！哎，不是，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一个正在劳动的人的苦面的人的心情？行行行行，黄大少爷，这样。你来带我玩，我去买点吃食啊。好啊，去吧，多帮我带点薯片什么的。我来，我当地主，我洗白。那你来吧。各位宝宝们，主播要睡觉了，和大家说晚安了，明天再见。嗯，啊，小曼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知道吗？逸轩呀，有新欢了，现在天天带到片场嘚瑟呢。来，我给你看个照片啊，就是他。逸轩，你这辈子也只配给我当备胎的命。哎哎，小曼，你干嘛去？帅哥，怎么看傻了？你好，美女，我叫金凤。美女，这大晚上的，
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太安全，要是碰到坏人咋整啊？坏人？我看你更像坏人吧。我怎么会是坏人呢？我不是人，不是，我是好人，好人。这是你家吗？这是我哥们儿家，我来他家玩。好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我们在玩，哎，算了，反正他们也不着急。这样吧，美女，晚上呢回家不安全，我送你吧。那倒不必了。你朋友家是不是有个绝色美女啊？金范，你跟谁聊天呢？还不回来？快回去吧，你的小情人在等你呢。后会有期啊，帅哥哥。看傻了？啊？要不要这么没出息啊？哎。哟，小两口当街秀恩爱呢，真是亮瞎了我的眼睛。你俩不知道，秀恩爱死得快呀。小曼，你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我当然是来找你的了，不然我来干嘛？怎么不方便？哎，走了。哎，小曼，方便，进来吧。康丹少爷的贴身小丫鬟吧，快拿包。小曼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谁是小丫鬟了？逸轩，秋思妹妹不会生我气了吧？她怎么每次见我的时候总是气不顺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金范你惹我们秋思妹妹不开心了吧？哎，好了，都别那么尴尬了，小曼。我刚才斗地主吗？你来之前，继续。哎，玩了，真没劲，一股酸臭味，快熏死我。雪儿，金范，走，咱们吃宵夜去。耶，太好了，我要吃鸡跟羊肉串。哎，逸轩，你不去吗？哎，我就不去了。怎么？啊啊，对，等等我，我去。等他干嘛呀？没见人的女神来了呀，人家要共度良宵呢。不，我们等他吧，逸轩会去的。逸轩，我不想吃宵夜，你陪我在家聊聊天吧。哎，小曼，我，雪儿，要不你别去了。啊不，我饿，我要吃羊肉串。小曼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？不，我不去。你要去我自己去。哎，什么？反正我不去，你留下来陪我。逸轩，你烦不烦啊？不去别浪费我们时间，走。我今天真得去。这样，我明天去找你好不好？哎，什么？什么？雪儿？什么？雪儿？狐狸狗，看老爷，什么事啊？最近少爷跟梁小姐疏远了很多，现在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孩藏在一起。什么叫不明来历？我们怎么也查不到这个女孩来自哪里，只偷听到少爷叫她雪儿，而且。跟金先生和秋瓷小姐走得很近，又是跟金范、跟秋瓷这两个小孩走在一起，我都不担心啊。对了，昨晚还发生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说。昨晚梁小姐到出租屋去找少爷，少爷却跟这个雪儿
跟着金先生出去吃夜宵去了，没有理这个梁小姐。看得出来，梁小姐当时很生气。看呐、啊，把他赶出去，不给他钱是没有效果的。你帮我盯着他。就必须听我的。这阴阳殊途啊，这不用你教我。可是我怕你忘了，那么多年你还没有忘记你们的过往吗？他是妖，你是天师，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更何况那个人已经出现了。答应我不要再私自过去，我也答应你，我会有分寸。我不信。哎，师傅，这师公他又生气了。不用管他，现在有件事需要你时间去办。哦。师傅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妥妥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是啊，我再来看你干什么？真的？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哦，对了，美女，我能否有幸知道你的芳名？我想知道什么，就会知道什么。叫我水兰。水兰？哎，这个名字好。美女，我们在哪儿见过吧？她叫雪儿，是我好哥们逸轩的女朋友。我去看看逸轩拍完没。这么恶心的东西干嘛？
康少爷喜欢呀。既然要做朋友，不得带点礼物什么的。又花了好多钱，最近鸡又涨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六只鸡是一两天的饭量，听见没？可是我想全吃了。全吃了？来，我告诉你啊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送你去最好的精神医院，天天吃鸡，吃不够你噎不死你的。真的吗？那你快点赚钱，早点送我过去啊。哎，到时候你也去吧，好朋友不就是有福同享吗？天，我为什么朋友坑你自己掉呢？哎，算了算了。可是我还想全吃，怎么办？还想全吃？你知道吗？我要是没有力气，就没法拍戏，没法拍戏就不能挣钱，挣不着钱，你连鸡毛都没得吃，明白吗？哦，好吧。嗯，这才怪嘛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哼，小气鬼。六只鸡是不是两天的饭量？不行，我还真是吃了，一天吃。一天就三只。行，我快点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家狐狸狗找到没？找到了。啊，那就好。要不要改天带你家狐狸狗用我们家狐狸狗院玩玩？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不打扰你。好吧，拜拜。别看了，这怎么着？要不要改天我送你给他们家狐狸狗？哼！哎，不是，哎，雪儿，哎，你天天生什么气？逸轩，小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路过麻辣烫店，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猪血，和你的美女妹妹一块吃。看什么呢？赶紧接着啊！嗯。这孩子就是不是，没事。哎，小曼，你喜欢吃鸡吗？啊？吃鸡？嗯，逸轩刚跟我说了，等他有钱了，带我去最好的精神病医院，天天吃鸡。到时候他也去，你要爱吃鸡的话，我们一起去呗。啊。逸轩，他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是。哎。我来帮你啊，逸轩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不用，您下去坐着就行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陪你吧。就算我帮不了你什么，跟你聊聊天儿可以。嗯，那好吧，那你就坐那儿，咱俩聊聊天儿。嗯。赶我回去！你说凭什么？你背着我干什么？你要是有所作为，还要我干什么吗？我跟你说过，雪狐现在失忆了，而且他们现在很危险。他失不失忆关我什么事？你别找借口了。你根本就是在感情用事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就是心虚，
你根本放不下你们以前的事情。可是师兄，他是妖，你是人，人妖殊途这个道理千古不变，你改变不了，你非要让自己坠入魔道吗？说够了没有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没有说够。现在这样一再的放过他，任凭他在人间胡作非为，你忘了天师的职责了吗？你这是在助纣为虐呀！多大个人了，还磨磨蹭蹭，能办多大事儿？不是，师傅，师傅，我错了。师傅，我找到你手里的易轩了啊！我已经取得他的信任，他正好要找那个捉妖高人。哎，师傅，哎，豆腐上抹口红做猪血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不都是红红的、软软的吗？这是我买的最新款香奈儿口红，再买一支呗。滚开！怎么？女的也太奇葩了吧！你是生气唇膏被毁了，还是生气康少爷没帮你骂他呀？好了，小曼，别生气了。你看那女孩一看就有神经病，你至于吗？跟她生气伤肝。气死我了！这个小妖精，得让你不得好死！易轩，哎，胖文儿，嘿，麻来了，麻来了，你不是要找高人收妖吗？今天给你介绍个大事，当当当，原来高人就在身边啊！啊，你们认识啊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俩呀、都养了一条狐狸狗。狐狸狗，师傅。胖文跟我说了，妖不妖的事儿咱们事后再说。我最近想收个徒弟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愿意。师傅愿意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拜。行，别演了。你先忙你的，等时机成熟，自会来找你。至于收妖一事，你放心。有师傅给你担保，你不会有事。谢师傅。哎呦！哎，师傅，我先开工了，咱晚点说。哎，师傅，我看师弟表演啊。哎，等。我求你。别伤害他，心很虚弱，随时会死，你不知道吗？算了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们俩都会没事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帮我？哟，小雪，这你新男朋友啊？好帅啊，出息！哟，还是一帅哥啊！帅哥你好，我是梁小曼，目前中国最红的网红。梁小姐，天哪，不是真的吧？梁小姐，可以跟你照个相吗？你是我的女神。啊，好帅呀、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小曼，
哎，小曼，哎，小曼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别拉我。哎，小曼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你看他还是个孩子呢，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我说康少爷，别以为我现在接受你的追求了，就没人追我了是吗？咱们俩约会，非得带着他，试试还得顺着他。行，你要那么喜欢他，你跟他在一块好了。你追我干嘛呀？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。三个月，就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他绝对不会再出现在咱们面前，好不好嘛？行吧。小曼，你是要直播吗？你这个想法不错，正好让他们可以看看我天真浪漫的样子。嗯。男的本小姐今天有心情伺候你，你还不好好享受享受？哎，行了，快去吧。快去。干嘛？给你看一个宝贝啊。什么宝贝啊？我答应过我爷爷，今年不杀人了。但是，万一有意外呢？你不敢杀人？是，我是不敢杀人，但是我敢杀狐狸啊。哦，这么厉害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哎呀，别闹，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今天在游乐园怎么回事？那训练母马是你捣的鬼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不想跟你说话。面皮撕过去！哎！啊！嘿嘿嘿，还好本少爷我早有防备，就你这种小伎俩，在电视剧里活不过两集。嘿嘿嘿嘿！啊！啊！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！
小曼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那个小贱人去哪儿了？他呀，最近发浪了。上次呀，看中了那个在片场跟逸轩家小妖精说话那帅哥，现在天天跑过去找人家。赶紧给索菲打电话。我竟不信我们四个人还玩不过一个小妖精。哟，还知道回家的路呢？花是定制好了？没，还定着呢。怎么，你有药啊？滚！姐妹可以随时有，优质的大叔可就不是随时能捡得到了。哎，索菲，你就别嘚瑟了啊！小曼呀，今天被那个小妖精给整治了，现在正火大呢。怎么回事？快说说。就咱们四个人都玩不过一个小妖精，你们还有脸混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问你，你备胎这一圈是为什么呀？那还用问？姐妹，那不就得了？你又不喜欢他，你管他身边的人是谁呢？只要他的钱进你的口袋不就行了？来来，索菲，赞。这个就你想得出来，完美。哎，小曼啊，我们姐妹仨可是帮你了，不过我们要有抽成哦。必须的。哎，小曼，喝点水。叫佳佳他们点外卖就行了，他干嘛自己做呀？哎，没事儿，别管他。这两天啊，心血来潮，突然说想给咱做点好吃的，随便他吧，咱就吃就行了。嗯。快点，慢点啊！来了。哎 ，Hello。你俩坐这儿就行了。好呀。你倒杯水。欢迎大家品尝我做的汤。不用尝。雪儿，没想到你做汤这么好喝。就吃的一定会很好喝的，只是可惜肉太少了，就不分你们吃了。这什么汤啊？为什么不多放点肉啊？咪咕太少汁了，我想让它多一点肉，也没有办法呀。什么？咪咕？你竟然拿咪咕炖汤？咪咕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咪咕肯定好吃。可怜的咪咕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要杀了你为咪咕报仇。好，
能收到就好了。那你记住哦，每次只给他一点就好了哈。哎呀，这孩子要是像你这那么懂事就好了。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啊，我就拜托你了啊，再见啊，谢谢。买的时候30多万呢，我这一柜子全是名表，比你这块表好的多了去了，去别的家2万都没有。老板，您再多给点呗。看哪方面的生意吗？项链吧。项链吗？项链这边。您好，麻烦您帮我拿下那个第三条。好的。这条手链好漂亮啊，是吧？好看吧？我觉得小曼她一定会喜欢的。你是送给小曼的呀？对啊，后天小曼过生日，怎么着我也得送她一件像样的礼物吧。哦，美女，麻烦您帮我包一下。可以，先请问刷卡还是付现？现金。现金的话这边请。哎，好。精心为你挑选的手链，你看喜欢吗？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喂，我接个电话啊。男兵抢啊！好呀，来来来，来玩骰子，抢开大宝啊！先叫啊。3-4，3-4，4-5。你在干嘛？在那鬼鬼祟祟的。他是谁啊？切，一个不知趣的傻子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晚点再跟你说。怎么着呀？准备向逸轩打小报告啊？你骗逸轩，你是个坏女人。你别说自己多纯洁似的。逸轩喜欢的是我。如果你想让他不开心，那你告诉他就行了。Thank you.
你好点了吗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不是，小曼。给我滚出去！听到没有？跟你的小妖精过去啊你！给我出去！给我滚！啊！逸轩，我真的没有推他。师傅，你快把这狐狸精给收了吧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他再去伤害无辜的人了。你确定你看到的、听到的都是事实吗？在干嘛？鬼鬼祟祟的。师傅，我错了。这话不应该对我说。雪儿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拜托你尽快想想办法好吗？自己看。那天我亲眼看见梁小曼跟虎叔进了酒店的电梯。我知道虎叔无凭，所以我找狗仔跟拍了。不想告诉你的，对，是我跟你说的。
你们一个个是不是我好姐们？你看看，我为了你的事儿，大老远来回跑，终于给你弄来了这个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南洋巫术蛊，听说过没有？这种东西用不好会被反噬的，还是别玩这种恐怖的东西了吧。哼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这个小妖精。
哎呀，赶紧送医院。阿伟，金星。喂，小军，找爷爷什么事啊？什么？我好，赶紧去医院啊！Thank you.
大仙是不用吃东西的。可是我要吃。我没钱，要不然你吃了我算了。我不吃你，你不好吃，我要吃鸡。我没钱买鸡。没钱你去赚。本来我都死了，都怪你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。你陪我，你弄死我，你咬死我，快弄死我，弄死我。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送你去最好的精神病院，天天吃，吃不够你噎不死你的。真的吗？那你快点赚钱，早点送我过去啊！哎，到时候你也去吧。好朋友不就是有福同享吗？我为什么往上看你自己掉呢？他拽我。我没有。行，你疯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天师，我求求你救救他行吗？就算我的灵力失去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一轩能活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一个女孩，你跟着我一个男人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跟你回家。美女啊，你总跟着我干嘛呀？你是好人，我跟着你，我又要被坏人欺负。雪儿，那我就穿件小服啊。我还是伸老腰呢。雪儿。宝宝们，我们的 cosplay 大赛除了有哇特别漂亮美女之外，还有一个经验是什么？大家快看，哇，我们的 VR 眼镜。教堂钟声依然在回响，古老的灵魂依然在歌唱，精灵们的挽歌在诉说着悲伤，多少失心的灵魂游荡，在传说的战场，尘土飞扬，熟悉的故事仍在颂扬，一起走过的地方，一起看过的月光，一同经历的快乐悲伤，也许有熟悉的声音，也许他。